还有就是我们扎针的时候啊，孕妇你们一律不许碰啊，这个知道哈、啊？孕妇不是说不能扎针，孕妇是可以扎针的，但孕妇呢扎针的时候就什么，孕妇可以调血，不能调气，一调气就容易造成滑胎，这是一点，这个还不是最主要原因，最主要的现在这孕妇多金贵呀、啊！你给她扎完针，她要是不小心出去滑倒了、磕着碰着出现任何问题。那跟滑倒什么一毛钱关系没有，都是你扎针扎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这个都跟他说不清，咱们也没有必要。还有这个心脏刚刚做过大手术的，你也不要碰。无论是针呐、艾灸啊、推拿呀、什么，一律不碰。还有一些糖尿病，就是血糖特别高，它是可以扎针，但是尽量不要刺血。血糖特别高，尤其是出现并发症的。就是出现这个血管类并发症的，千万千万不碰，这个都会给你自己招惹麻烦。然后给别人刺血的时候，记着啊，给别人刺血的时候，必须闭着把手套给我戴上。